各位同心吼，即摆各位坐了一个时间，咱要请迄个宜兰州的新的州长林中杰，甲咱讲五分钟的话，啊，过来再请这个咱的潘良华迄个平和州的州长，不讲五分钟，啊，算了，再换我讲话安尼，吼，来，咱再请这个林中杰先生，嘿，鼓掌就来，啊，咱做一个报告。不过咱宜兰州的情形安尼啦吼，台商宜兰州，也是我先解说一下。宜兰州是咱由咱的这个基隆市合并这个咱的官僚吼，甲这个社区变成宜兰市大宜兰市一大大大基隆市，啊，参宜兰县、甲华莲、甲台东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州安尼啦，吼啊，过去基隆甲台北有关的，但是。迄、那个就是讲，智兴诶，迄个拉小林吼，伊甲美国方面会沟通啦吼，讲每一个州拢爱有一个战略的空港或者是海港，安尼，啊，所以家己人，家迄、迄、家迄家人藏伫伊伫宜兰安尼，啊，所以将来即个宜兰州的工作范围足宽，较长，啊，就你会较辛苦安尼，吼、哦，咱是请。林中杰先生，伊过去大家较无熟悉，但即摆咱知影讲，伊进前吼，虽然讲是一个即、這个邮局内底即个高等的职员，但是吼，拢在为台湾拍拼，真长久还是宜兰人。咱知影宜兰是台湾民主的圣地，同款吼，每几乎吼，我所拄到宜兰人，拢足有台湾精神。你看咧，应景甲拍拼精神，代表咱个精神。咱就要请林中杰先生来甲咱简单讲几句话，谢谢。来，啊，就是交流十七年，我今年都七十岁。啊，我少年的是曾经服务的邮局，是真正特殊邮局的邮政单位，去我个电脑界，去台湾唯一一个国民党外的秘书长去我个。啊，过来，搁一个更较特殊的，我担任罗岗志愿会这个机构员工，大家拢知影吼。宜兰分会会长，唯一我是全国全咱台湾唯一我一个不是民进党，可能拢是民进党担任的。国民党啦，国民党。哎，我国民党，民进党。国民党啊。罗岗志愿会啊，啊，甲这个罗志，这个，嘿，这是拢民进党的附属机构的。啊，我唔是民进党，我无加入民进党，啊，嘿，包括罗岗电线的主席，我担任过，我唔是民进党。你嘛唔是民进党？唔是。张西忠甲边是民进党啊？不是啊？张西忠嘛？啊，迄我已经。退休了，我伫1995年我就退休啊，我就无插代志啊。哦啊，所以讲我今日连这么生活我咪袂叫，我十几年唔捌夹麦克风，唔捌夹过一支，所以讲哦啊，脱离真久，我拢伫阮厝种菜，哦啊，囡仔拢伫国外，我就种菜甲阮某，阮某本底是我的同事个，哦，啊，所以讲我就，啊，你今年三月，应当是伫三月初吼，啊，阿元啦，我讲阿元都吼，阿元应当在座大家拢捌个吼，阿元是大学毕业了个时就甲我，甲我同齐伫律师会工作，哦，啊，所以讲我了解实在，啊，阿元。这个到尾来，伊阿去做什么？我卖讲，大家知影对无？啊，我就是
安尼，这个时间无去插这个政治话干啥？所以讲哦，啊，我嘛，甲多位多阿员哦，阿来啊，你这个三月初才开始，啊，这个责任交互我来发动，哦，啊，我咧三月二日哦，啊，咱总理嘛有去参加吼，诶，啊，我就迄天是太寒啦吼。啊，骨落大雨，啊，我安尼就嘛真勉强啊，差不多100公里啊。啊，我是甲宜兰县游的少，宜兰县游的少人，咱这鱼拢甲插去宜兰县游的，路的咱嘛拢甲插安尼吼。啊，是这个会后的事哦，啊，反应袂歹，嘿，啊，大家拢讲后摆真可能会。第三辈人数出来参加，安尼，啊，我到即摆是拢无做啥，我本来是有八个来啦，因为临时临邀啦吼，所以讲我这个做较无够，请大家见谅。哈哈，好好，啊，我就是安尼报告个只，好。谢谢，去，来，大家该坐坐下，谢谢。啊，之前咱迄个宜兰州州长是李元武先生，啊，伊身体有个也真拄好。啊，另外伊咱伫迄个去年11月7日国务院议会成立以后吼，因对咱内部一寡工作改善我有意见，啊，所以讲暂时休困一下咧。啊，迄天咱三月时了，咱伫宜兰议会演讲的时候，伊嘛有来，啊，伊嘛有啊有。中间有民进党人来听演讲的时候，对咱说咱的律师有意见啊。那是讲咱感觉讲参加中华民国选举是对咧支持中华民国继续的统治台湾这件代志吼。啊，有人提出异议就对啦吼。啊，李光武先生原来有徛起来，伊说伊咧走路已经有脚无理想吼，啊，徛起来来反驳，讲咱的主张才是正确。所以咱真甘心地讲，咱过去。咱不管过去来参与啊，讲即摆来参与，大家拢真热心。会记来听袂？迄天落雨，我赶死时，会当食饱的人来，已经足无简单。好，所以今咱来请这个潘良华潘市长来甲咱讲几句话话。来起，起，开始。台湾第二位定规定论的，因为汉奸爆发了，这个杜鲁门总统是大卫李国，汉奸爆发大卫李七，伊就随宣布台湾第二位定，啊派第七舰队来巡防台湾海峡，啊做一个保护的动作，有人惊讲两面受敌啦，跟北人也咧战，啊中国人为东南这边打台湾，这是先一个做一个防卫。基本的动作，但是呢，时间的关系，我是讲，你介绍啦，咱大部分拢知影吼，啊，就先甲跳过人，来看第二条，吼，啊，台湾还佫伫美国军事监狱中的之下，佮伊的法律的禁锢，吼，这个吼，因为我有大概有16条啦，吼，啊，因为我记忆即马无介绍，所以爱搭小抄，啊，无小抄佫真大张呢，我所以。
要兴味较歹看，我先下来下只来讲安尼吼。讲个咱老人家可怜，咱足侪消息拢互封锁啦吼，所以变成讲，当人被国民党甲咱教育欺骗，去达到几当来吼，好不容易，就像我过去有法呐，组织个民进党党员，民进党拄成立，我就打你吧。迄个时阵吼，还阁风声鹤唳，啊，我今日也拄啊提个大件拄啊出事，我做足侪朋友拢甲我挡，但我想讲，啊，若做对个代志，咱就不管，先做较讲啦。啊，若有啥物拉两两块吼，啊，就我朋友啊，要不我报警安尼，我报啊，不要台湾吼。好啊，你。就十六个这个迹象到华理语句吼，我就一人一人安尼较紧安尼恁读过吼。这个1945年9月7日，太平洋舰区的盟军的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也 General Order 吼，那么完这个命令吼，中国舰命令中国舰区的蒋介石的代表派伊的部队来到台湾，代表民军。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吼、哦！啊，迄阵因为是美国是日本啊，包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伊有迄个权利来分配讲，伊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比如讲，伊分配多人，哦，伊去占北韩，吼、哦，就迄个北纬38度线以北，啊，包括东北地区、中国东北地区，这是个注意哦。伊叫当地日本军是向苏联军头前加一国家的名，伫关东区的总司令投降。啊，若南太平迄边是向澳洲的这个总司令来投降。啊，独独伊这个命令和蒋介石头前无挂中华民国，这原来有真大意涵。就可能美国迄阵在想讲，我卖用国家对国家的定义。以后我来去处理台湾这个问题，较好处理，哦，较无摊着国际的问题啊。好、哦、，OK。好，第二条，1952年4月7日生效的旧金山合约第二条 B， 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第23条 A， 确认美国是对日本的主要占领权国。哦，当然这个包括日属台湾。哦，这个。美国是直接去比日本的占据了4个大岛，吼、哦，后尾啊，琉球嘛是原底是讲要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要托管好，叫美国托管，啊，台湾都改奇怪，叫蒋介石部队部队，啊，当然这就是因为旧金山合约的关系啦，吼、哦，所以台湾要不。日属台湾吼、哦，啊，这个对第三项吼、哦，对日合约的拟定，啊，甲含其他48个国家的这个同盟国，变啊协商，讲要安怎来做一个中单的这个和平条约，这是美国的杜鲁斯这个国务卿吼、哦、所做的，啊，这是伊替咱台湾老表介绍啦，哦，伊迄阵。伊看这个日本的外交部长吉田茂，你讲到这台湾的前途的事，吉田茂有甲讲，台湾已经是日本，伫1945年4月7日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所以当初拄开始咧合商的时，讲要割让的时，怎么说割？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领土，就无可能切割出去。比如讲，伊是殖民地，啊，台湾已经是日本人去输往伊前过，经过这个国际法，吼、哦，用伊的宪法实施伫台湾，吼、哦，啊，内地阿弥陀佛，啊，内外一统，讲虽然咱算较比日本本土较远，但是制度拢已经照日本的宪法咧做啊，吼、哦，也互台湾人参政权，所以伫安尼情形下。我即马参人讲西藏拢讲好啊，即马我挂袂出去啊。本来讲要挂，挂袂出去，可能会去到中国。
因为中国都只有尊重放弃，放弃台湾这里、個、这里干。1979年一月七日，先后的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参议院甲众议院投票通过的美国的国内法，而且为这等于同美国签了共同合作。啊，是安怎？美国会定定一个台湾关系法？啊，无讲定英国含台湾定一个英国台湾关系法，就是苏联含台湾定一个苏联台湾关系法。啊，这就是因为美国伊是依照旧金山啊，这个权利啦，吼，啊，甲自由，才会定一个台湾关系法。第五条，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 B 甲吼甲 C， 虽然讲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的人民安全甲人权，包括经济制度的稳定，这是主要点了全国美国的义务甲权利。因为你既然讲点了这个所在。你就要保护这个所在的安全，国防的安全。哦，然后讲，台湾有发生什么代，美国就拢第一个就拢就先跳出来处理。第六条，1996年，李登辉甲谢明敏竞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的迄个时间哦，中华发射飞弹来威胁台湾，吼、哦，这个危机。发现美国克林顿总统随派两架航空母舰的迄个战斗群来到台湾的右边的界线的保护，这就是1999台湾的关联发达。或者唔是现在讲，我本来像咧讲在航空母舰在远足的呢，现在开足侪钱呢，顶边有飞行机啊，下口潜水伫边啊，四周阁有驱逐舰、护卫舰。这个战斗群，一启动了，拢爱开足阵。我会去，我那捌听过讲，战争结束迄阵嘛，越战结束，美国国民上咱上中华民国只防空母舰，中华民国唔敢收，因为开销太大。啊，迄、那个去管理迄、那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迄、那个技术啊，太轻吼，啊开，我那开袂起啦，所以，唔是咧开玩笑啦吼，伫、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有迄个权力派两只航空母舰来干涉，啊，中国可能要来进行台湾这个动作。你现在如果台湾是真正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美国这个动作干涉人家的内政啊，好，啊，你来看，中华民国国共内战，啊，中华干呐敢拍电话多？竟然唔敢去拍球，竟然迄个平湖，你拍平湖就等于拍了美国甲日本，因为美日安保条约，伊保护范围南纬巴士海峡以北，包括台湾海峡，北至到南马的，甚至八度线周边，周边有是包括台湾平湖，所以平湖离中国较近，阿强啊近。拍一个炮弹，啊！就可能去飞过迄个领空，就拢唔敢。以前，美国国家飞一个台湾海峡中间，因阿强可能去飞吼，拢敢飞离因的沿岸，连我来到中间都唔敢。因为迄阵阿强的迄个军机的设备都歹。我也台海危机的时候，因为有一挂开始咧往飞行机咧往中间靠，但是伊。迄阵监听吼，你也听因的录音，那边可能伊的飞行员咧谈因的下台咧联络，咧讲会错，国家讲唔知当时飞弹就写咧，就带落来。哦，所以迄个时阵，阿强员啊足小心，足惊去触动美国所设的这个红线吼。我咧讲咧第七条哈，2004年十月。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嘛不是国家，
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这就是讲，意思就是台湾是美国的殖民地。伊若用咧台湾观念来讲，台湾伊甲当作是国内，但是伊是美国境外的国内，你有时啊听起来敢那真奇怪吼，啊，无这个事实，咱都唔是建设美国的领土，但是美国可以用用伊国内法、台湾观念法来甲咱管控，讲伊会当台湾中华民国要做啥，伊就说三道四。官当官差，你袂当做，你袂当公道，你袂当安怎？啊，讲台湾唔是这啊，唔是迄，啊，伊就从来唔是讲，啊，无咱台湾到底是啥？啊，到底是啥？就是说不能，联合，林志坚甲欧瑞，嗯，发展咱台湾的，实际目前的状况是日主美战。其实美国吼，今目前只是对台湾伊。握有台湾的管辖权，啊，但是握有台湾，并不代表拥有台湾。啊，伊这个管辖权只是暂时交由中华民国咧甲人管，但是由中华民国伊伫1979年美国佫参加断交，所以伫台湾管理法内底就写台湾独立动作，啊，美国不容易嘛统领伊世界所有。领事馆、大使馆，拢袂使去称呼中华民国阿欧斯，干那会使讲台湾独立动作。啊，当独立动作，所以在只要咱先其他的台湾独立动作可以甲取代，咱叫民政府就是，我来这个意思。啊，美国军政府入来，咱民政府起来，就是要向。美国向中华民国收的这个地理权，啊，这地理权交咱民政府，啊，对。特别，就来所有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哦，不论恁那个蒋经国啦、蒋介石，啊，包括李登辉、马英九、阿扁啊，伊所有行政的切主啦、切那个措施吼，拢爱看美国的。就来去做来，啊！美国对台湾安尼说三道四，啊！你发现，叫阿扁来讲，阿扁所讲的迄自故意没有吼，就是讲伊不宣布台湾独立啦吼，第二，中国人无要入宪法，第三，无要基因统独公道，第四，无要变更国号，第五，无统一。无废止统一纲领甲国统的问题，但是你注意，伊前三项是美国要求伊来讲。啊，美国凭啥物？啊，这大家思考看，嘛是台湾关系法，等于美国是咱台湾的主要占领国，吼，哦，啊，所以美国可以说三道四，可。作为总统咧就任吼，大家拢嘛咧讲，我起来我就是要做啥，要做啥，外环境是啥，要怎共台湾？所以，用较早拢常咧讲，要共台湾做甲形成一个东方的水国。啊，变起来唔是，拢咧讲不，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奇怪。我从来冇看一个总统是受到压迫安尼，啊，只有共人讲一寡。我比打的这个美国的红线的这个艺术啊，特别条，我特别讲过啊，就是讲，咱好多所讲的这，一定有一个什么，像个中间人伫后边咧操控台湾，是政经的走向。美国伊个大战咧就讲，只要你台湾。中华民国，啊，号称讲是自由中国，啊，实施民主，美国就会当支持自己，支持，你就替我反共，替我修我美国的前线。其实台湾就是美国的前线，对这个岛链，对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你就这个就是美国的前线。
啊，美国就是咧利用蒋介石，伊蒋介石卖背叛，因为过去同盟国的关系，就世界大战同盟国的关系，所以，啊，美国敢若要欠你迄个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可能他们日本钱可能死真侪啊，但是，迄因中国安怎咧拍，跟日本拍，照讲吼。咱台湾是上衰啊，拍拍咧了，啊，国共内战，即摆话蒋介石伊多往来台湾，各家人唔走，啊，即摆这个阴魂不散，第九项吼，当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足重要一件代志，就讲，拢一定爱先接受美国的贺电，啊，来做承认安尼吼。啊，这个问题吼，2004年3月20日，这个阿扁啊，跟你就枪军按掉，击压吼，结果郭正刚全部动算了，但是哪样的吼，因霸占海岛，啊，是毋是等规礼拜拢无美国这边的贺电来？迄阵咱大家心肝咧拢悬在半空中，迄个感受我想大家拢都会。你代表意思啊？台湾敢那属人啊，爱靠美国，靠安全感。啊，熟悉的美日安保条，全世界强强的两个国家，日本、美国，用美日安保条去甲咱保护。咱若知影这点，应该咱该介入，咱唔惊。好，第十项哈，这个 AIT 伫内湖金河路100号。占地20000坪吼，啊开一个5000万美金，都起个新的一个大赛馆吼，迄有198坪的土地，99年都加99年，或者是咱啊个拿来报道拢有分一边，迄个还搁咧起个迄个中间啦吼，啊这以后会进驻到800坪的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啊伊这个规模你讲，全世界。诶，美国的驻外使馆吼，台湾即摆个 AIT 内湖这个新起的这个吼，是世界第二大哦，第一大是伫伊拉克，诶，伊个架构啦，伊个范围吼，一般大赛可能有诶国家是敢若一个大楼诶战楼安尼，啊，伊个占地20000坪哦，吼，听讲第二三站迄、那个。防核爆的设施啊，吼、哦！你根本那照我个看，应该是新的总统府啦。啊，咱第一任的就是何瑞何先生，再加加油！我来祝希望伊赶紧就职啦。啊，安尼就是表示讲咱拢过关啦，就是。就第十二，这蒋介石伫台湾吼，伊所有的重要的庆典。会议还是就职，伊拢穿军服，毋捌看伊穿西装，吼、哦，这代表啥？伊嘛是咧做，就咧演戏演拢看。啊，我是用中国政府的关税，吼、哦，啊来占领台湾，啊我是，啊，就是代表美国来代理占领台湾，所以伊拢爱穿军装。来第13条，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美国的空军基地啊，吼、哦，啊，日本的琉球嘛有呢，美国的空军的基地，哎呀，台湾嘛有呢，台湾千多港嘛是美国的空军的基地，啊，你注意甲看，这些塔塔拢是美国的占领地，哦，菲律宾那边独立战争嘛是，因为美国干涉嘛，战争了。发明出来的一个占领地，啊，琉球甲台湾同款啊，嘛是日本甲美国战争输了，完了，吼、哦。第14项，1979年，美国甲流亡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国会制定的国内和台湾关系法，伊的本质，拄啊，敢若像个。有如代理美国军队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哦，无
现今的台湾伫伊东局，即个台湾伫东局，大概讲都继续伫统治台湾。第十五项，即个三月十一，日本的即个大地震海啸，啊，日本的即个核能发电厂，即个福岛发电厂发生核灾，啊，比迄个中国上大型撤侨。讲来中国人上惊上惊死的款，所以第一条先撤侨，但因撤侨是撤入去因中国啊。本来我要讲中国大陆啊，头拄仔有人讲唔好讲中国大陆，啊种中国大陆安大概可能啊，可能听来较清楚。啊，法国伊嘛撤侨，撤等于因欧洲大陆的本土吼。啊，三月十八美国撤侨，啊来撤回台湾来。也足奇怪吼，啊！其他无啊，就边吹去迄个，就边迄个管道啊，消费因多，竟然出来到台湾，而且美国的这个 AIG 的官员，伊直接去桃园的国际机场，家己在设家己海关，哦，啊，伫在查验因。美国个比较的这个新闻，啊，互因通关吼，即个代志。啊，即个就是美国以旧金山合约第二条美款，美国是日本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美国，美国视台湾为美国的境外国呢，迄会使等于讲，伊第五十一间。白装但是买了还袂恢复的啦，吼，安尼讲可能听到有啦吼。啊，伊个咧定迄个台湾关系，我嘛该处理。伊也毋免经过参台湾人协商，也毋免经过咱台湾同意。因在参众议院家己讲讲的，定底就写好就通过，啊，就实施啊，拢免经过咱台湾人同意。啊，即等于咱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那么，第十六条来讲，是安怎美国 AID 的官员会当在当机场迄个出入境的这个海关设立家己的海关？这个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因素。你别个国家的人要入来我这个国家，就要我签证通过吼，还要查验你的身份证。旅馆底来申请港人，啊，这个主权行使的行为，伫即个比较要切入来吼，哇，中华民国煞靠边，这个海关煞靠边站，啊，这什么意思？代表美国是较是正港的头家嘛？对啦。啊，你是？那么我美国是美国总公司，我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台湾做总经理，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啊，啊，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啊，做了无好，我美国当主的，我会当把你换掉。随时会当换。哦，随时会当换，叫报名的。啊，这为啥咱大家来看，知啦讲，中华民国，就讲政府这个台湾地理当局，只是美国的看门狗尔。伊对台湾无主权，哦，所以咱唔通叫中华民国即卖伊虽然统媒也好啦，报纸也好吼，电视也好，因所讲的咱爱都变看，啊，好啊，你问者咱啊有林志坚林和论述这个基础，咱咧看新闻就看较有啊，吼，啊，以上我所讲的这些迹象吼。如果讲无美国伫后壁咧做中间人咧操控吼，即我是不爱相信啦吼。啊，有时啊，咱若听讲哦，就明天拢甲东讲东江写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而且真正小家有村啦。啊，所以不怪我，明天拢我作死讲，所以伫建国党成立的时，我就。才会变活动。另外，以前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对
要托阮建台湾部的人听。所以建国中成立这个名号足清楚的，要建国。所以我家己，但是无几年，我有民进党一边渗透，甲你质变、量变了，阵建国中阵消亡阵无，啊，无只足侪拢官知识的，迄最近有够快，拢博士啦、教授级的吼，足无使。所以讲来，民进党我感觉伊足福气的。啊，台湾人对伊寄望较侪，但是伊黄信介咧做进程都还 OK 哦。后壁回来咧柯信良、徐明德，遐就倒天去啊！哦，遮足可惜的，无采咱对伊寄望较侪。我迄阵我嘛捐款嘛是，啊，主要就应该要看，另外做可会，做想要甲退转。啊，今日吼，你。好多我有一寡时间吼，然后我就发九九讲，啊伊甲甲我足侪拢讲了去啊，我怎啊煞来巴肚煞无物件，吼，啊所以我讲到这就好吼，啊感谢大家，多谢，谢谢。哎 ，Kitty， 哎，感谢，感谢你，哎 ，Kitty， 哎，谢谢。哎谢谢安尼，咱即节的时阵吼，要十几分、十分钟的时间，唔知大家有啥问题要问无？吼、哦，咱来 Q&A， 啊，即真哦，三四有四个酒店伫遮，问大家问问题，吼、哦，啊，伊若我都回答的，我来回答，啊，我若我都回答的，迄等志兴来再甲请教。林志兴，嘿，等迄个偌久，林志兴，伊等于陪王阿公六点左右才会到的款。好，我们先开放这个 floor discussion，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对两点到这当中中间所讲的有什么问题的心，请大家提出指教的，有无？啊，是要有要补充的，啊，是要来这里参与讨论的，拢好，免客气，大家就是时间。一点时间，来来，罗总。我是咧讲吼，咱台湾讲什么建筑建筑哦，卖讲来讲台湾当地人啊。哦。因为咱吼说国，你用电台讨厌啊，什么拢讲，台湾建筑啊是讲什么，拢卖讲那个建筑，讲台湾当地人的比赛。跟针对你讲安尼吼，以后的人吼听较有。对美国讲就对啦。诶，对美国讲。台湾当局安尼啦吼，不是中华民国啦，卖讲讲，卖讲政府，是，对啦，讲起来真见笑啦。中华民国是迄个蒋介石一派的遮羞布啦，来讲是遮羞布啦。啊，咱台湾人煞唔知影吼，安尼甲低到头壳顶安尼硬硬势哩，代表台湾人的这个意志的民进党安尼做实事。也达到咱看酒店来个反对对，哎，来你讲看，我来讲这个台湾建国模式的探讨，迄大概有五个啦，我选要求模式来讲好吼。个国法可能有啥讲，要求较晚吼，因为琉球吼，伊当初美军入去占领的时阵吼。随建立一个因个琉球民政府，哦，即就看咱即摆咧讲个，即就改革啦，吼。咱任何个伊都咧讲个，即就作假。啊，当初美国你去占领了吼，因琉球人用个是毋是吼，毋是日元哦，毋是用美国军票来代替日元。啊，因琉球人若要等因。本来本土，比如讲你去东京，你做生意买，还是买迄个学生啊，还是棒球队咧棒球比赛，爱去啥物甲子园遐比赛，伊爱向美国军政府申请军政府的护照，才会当出境，啊到日本本土入境。伊迄个时阵，琉球是对日本来讲是国外，因为是迄个美国甲占领起来吼。
那么但是到迄个1952年吼，要求诶林政府吼，伊有成立伫即个要求，包括贵下迄个迄个光古岛迄种属要求管的吼。那么伫即个尼克森政府伫1972年诶5月15日吼。伊伫迄进前，含琉球的这个民政府有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吼、哦。所以伫72年5月15日，伊就依照这个琉球协定，跟我比较。啊，这个协定进前安怎讲的？就是日本主动向美国政府讲。啊，无我爱付出啥物代价，你较要甲琉球还互我日本。结果美国甲讲，你爱付2000万的美金，吼、哦，的补偿费，我美国。当然了，就日本就甲这条钱，互美国了，所以开始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嘛。啊，这刚刚的这个模式的是，台湾如果咱的保国日本。我们来跟美国协商，我也无你要爱我话付出话这代价，他要甲台湾用我一分。如果讲美国人家卖讲大约2000万，伊卖讲30亿2000万美金啊。如果日本政府唔开这条钱啊，咱台湾人家己开嘛无要紧的，咱若家己开，后日咱。向日本的报告要讲话，就可能较大声，是不是？啊，无你看，干那咱今每一年的预算，许中华民国这个，爱讲台湾当局啦，伊当局，干那好歹的超过啊，就超过3000亿。而且台湾人遮勤俭、遮拍拼，安尼即60几年来。国民党安尼甲咱歪，阁歪袂倒，我这真正台湾真正无倒嘞。你去甲想，越南战争，美国一个算撤退了，伊总讲啊，看破店面啊，美军死4-5万人去啊，啊是美国国内咧反战，所以就啊，迄、那个越南放弃的是。不知名一个北越部队，不几个月就规个越南拢占领吼，啊，所以迄阵做给越南的难民，其中差不多3万的越南难民走去澳洲，由澳洲甲收留。澳洲可能有着7-3万的越南难民的假青年吼，就读个毛呢？像澳洲遐大地土地呢，一年都看嘛2000几万，就读个毛呢？像啊，咱65年前。他老早年前啊，咱接收这中华民国这个武装的难民吼，到尾200万呢，105起跳，伊的军甲民安尼，这个武装的难民安尼几摆吼，下咱才60几档，这60几档吼，都甲咱嫌，吼讲咱台巴子呢，啊恁这口气恁吞会落，我是吞袂落呀，吼、哦，所以。咱民政府原来较拍拼，赶紧哦，含这个美国的军政府来好配合，赶紧把台湾的地创个清楚，吼、哦。好，讲到这啊，看大家各有啥问题，咱 Q&A 啦，吼、哦。哦，你是咧控制卡面，我叫讲你咧手中夹起。有啥意见无？少年嘞，弟弟你有没有来？来，苏马顺来。好，谢谢。这个刚才谈到这个台湾资历当中哈，我的看法哈有点跟不同的见解。台湾资历当中是美国对现在的这个执政。都赋予你名词，那我们为什么要发现？就是因为不是站在台湾人立场，也不是台湾人
不知其人，他是一个流亡政府，所以我们用流亡政府来称呼比较恰当，也有正当性，正当的反对性比较清楚。对，这是与民政府，对民政府来讲是应该是因为是比较民主的啊，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谢谢。这个说法也对哈。对的，你中间弄，中间弄，看到中中间说台湾当局呀。OK。民政府啦，啊，但是中华民国咱在听，我做是流亡。中华民国则讲伊毋是政府啦，伊是一个流亡、武装人民这个集团。怕是无错嘛，对不？啊，伊大中国都过，当然是流亡来台湾啦、啊，所以是 Chinese Taipei 啊，那个迄个西藏迄个达赖喇嘛政府啊，伊去德兰，那个印度的德兰南沙，伊嘛是用德兰南沙，伊本身都是西藏印度啊。那边讲政府嘛，无啥对啦，因为呐，伊政府无来啊，伊这个李宗仁伊走去美国去啊。政府伊无去啊，伊就讲伊发痛啊，迄伊家讲。伊家讲的，咱不敢去。啊，咱就是讲，哎，要求赶紧求射进南京兵啊，所以是政府无，就是咱台湾人，看到台湾人无是无政府政府的啊。讲起来，比较贴切的是讲蒋介石流亡集团，安尼。对对对对。伊政府就无来，李宗仁就走去啊，无政府。蒋介石还呀，是头。是啊，伊已经嘛不总统了，伊变平民了。那无问题，咱就要来结束这个这节。有问题无？无。我们来，咱来这节来结束，来多谢潘州长甲咱讲今日啊。要不要